明天好早起哦。看你还是赖床了。哎呦，双下巴。咦，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跟儿子拍照。哇，跟白香果拍照，好兴奋哦！你都还没跟白香果拍照过哎。嗯。可。我自己拍，但今天是那个认真的拍，有摄影师。好的，那你去，赶快去妆发吧。我先去妆发。儿子要帮他妆发吗？儿子应该是不用，可是哎，你今天是要穿这一套跟我拍照吗？没有啊，一个衬衫，黑，不是咖啡色的吗 ？Yes， 没错，卡其色的可以。我也要来化妆了。等下给妈妈看，今天会帮她换。来了，我们今天要拍 baby 的写真，有水果风、海洋风、海滩风，还有什么？全家福。再加码帮你拍个兔子的。哦，兔子的。它这个是什么风的？好可爱哦！加码加码，可以不要看着那么认真吗？大家压力很大。这很可爱耶。会自由走自由走。我可以坐上去吗？不行。我们在房间拍摄，现种现种，哇塞，出生就有造型师，打字跟你摸一下，天哪，哇，你很白耶，我想过啊，被人家看见了，要打马赛克，帮你打，手动马赛克，对，头是像，照一下，照一下，额头就像到那个了，之后可能需要植发，感觉平常应该蛮会偷笑的，你出生就有发型师，梳妆打扮中。嗯，看你好小哦，你用1.5、0.5，还没有，你用0.5，好，你要放哪个姿势？是等他一下看，不要过，嗯的，妈妈啊，你自己会找镜头嘞，擦没关系的，看一下，我们再等一下后，嗯。很好，真的点到肉，把肉抽出来，挤一点点柠檬汁汁，很可爱的，很可爱哦，又一个。可以让摄影师坐这边，对，拍小心就好。自在拍写真集，可爱，握得很好，嘿嘿。爸爸的气。我们的海洋风结束，接下来要进入到海滩风吗？然后到那个水果了啊，水果。因为它是百香果，嗯哼，这是我指定款水果世界。儿子又可爱啊，超可爱，他很厉害耶，很厉害，他爱看镜头哎，很强。儿子是现在爱睡咪咪了，对，让他睡觉感觉也比较好拍。嗯，对，而且但他还是有表情哦，看他什么时候想醒再醒就好，没关系的。他这样很配合，嗯，赞赞赞。完全没哭哎，多发我们通告，然后会偷笑。嗯，他平常醒的时候算是爱笑的，可能今天也稍微啊怯场。人太多，第一次人太多。为什么会有水果风？这是我的指定款水果系列，因为我们家百香果，要跟水果们一起拍照喽。好，啊，你是榴莲吗？你才是榴莲呢。哦，你全家都榴莲。扫地撑着下巴，走吧。好可爱，快疯了！他后面有在卖水果，超搞笑的，超好笑的，一两颗，啊，百香果怎么卖？怎么卖呢？哎呦，让他这样也超可爱的造型，超级可爱，直接手机开爆，啊，不行啊！他表现得很好，谁生的？是谁生的？送。已经累了的妈妈，你还没跟她拍，我还没开始拍我就累了，拍很快呢，快轮到我们两个人了。嗯，对，我脸好大，我脸还蛮小。帮我中央围准一点点，啊，大家都不用动了，很简单哈，宝贝会直接上去哈，就这样那么简单。妈妈，你抱得很好，哎，你的手完了，帮你调一下，哎，这是手机。紧张吗？然后爸爸，你身体帮我转正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两这边肩膀低一点点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好瞧。OK， 很棒，标准。好，好好检查哦。好，爸爸，你头帮我摆正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看一下你哦。好，笑开就好，很好。然后只有眼睛往下看，因为爸爸怎么那么厉害？对，爸爸，你下巴往前推一点点，挺胸一点点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下巴往前推，对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，不要动哦。看得出来，他完全不像你。服帖一点，母子时间。你专一点，专业一点，然后不要影响到我们。
不是啊，他一直在打火，快消残了。哎，你就笑笑的，开心了。你好不会抱、哦，谁叫你平常都不抱？你的脸再给我僵一点点，我打你。笑一下，还超美人主播嘞，想不用打是不是？放松一点点。我们看镜头笑开，对，很好。你的脸帮我往外转一点点，耳朵往这边倒一点点。你嘴巴笑容收掉，再一次看一下旁边，看一下。真的好烦哦。我在专业指导、嗯、OK， 好嘞。叫前辈指导呢，笑开笑开笑开，哎、欸，好多了吧 ？OK， 好 okay 你抱得很好，很好很好。那我们先跟大家结束喽。你在偷笑哎、欸，太开心了吧，小仙子。小仙子你在偷笑耶。你是不是累了？很久没有这样工作了吧？嗯，没有办法，好累啊。那你看，你等下也拍跟儿子一样的毕业照。嗯，再进去一点点，你再捧多一点，对，整个撑着的感觉。你只有手磨的份量。然后你帮我这边合起来一点点，谢谢你，很棒很棒。你的手很小，没错。再也等你，我也抓不来。不要暴露短处，谢谢。怎么那么可爱？好乖、啊。嗯，哎呀，很多很少，他字真的是蛮好看。来，把镜头转到我们这边来。太可惜了，怎么那么可爱？你好可爱呀、啊！抱抱面向我这边，抱一面向我。刚刚自己笑了一下。百香果现在要挑战，对对对对对，按个左手麻烦吗？据说是最高难度的婴儿拍照姿势。嗯，假装有没听。很棒，你最棒啊，百香果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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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你这是不翘不翘吧？不翘吧？再往上一点点，超级帅，我们也是一趟假的马尔蒂夫，好不好？好可爱，哈哇伊！你周岁可以再穿一个大人一点点的这个衬衫，跟爸爸一起合照。你要不要再去马尔蒂夫啊？你妈咪说，弟要妹妹或弟弟的时候，还要再去马尔蒂夫啊？可爱，休息一下，很累了。哦，你穿这套真的帅，小帅哥。我觉得这他头发多，哇，哇，真的很赞的，你看你跳的都还不错吧？对对对，比水果摊老板娘好，老板好。哪有，水果很酷好不好？你看都没有人拍过。厉害吧？你是 sample 哎、欸嗯，你是所有的 sample， 所以要表现很棒，给你一个赞、哦，谢谢，棒，给你一个赞，謝謝你笑开心啊、哦，嗯，而且他连状况也是 sample 吧？嗯，而且他的状况是属于 sample 的。哎、嗯，大家打招呼，百香果跟妈咪这里，百香果。哎、欸，坚果，好像过这里。现在你手举起来，就顺便哈、哦，出去玩啦，还蛮开心。耶耶，怎么那么开心成这样子了、啊？等一下，不要吃这个圈圈，这个再帮我一下哈。你看起来真的像在度假哎、欸。你真的有在爽哦，可以带他出海岛玩了。嗯，这样我们要带你去找美国阿姨了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嗯，对啊，好，给你们拍一下，我们大家再带他换衣服。好，哦，很稳定了。Hello。哎呀，好拍照！下班最开心了，你开始发呆的，看黄色的天气，真的以为自己在海滩吗？孩子，想说哦，你是在下雨天。嗯，怎样？儿子今天表现如何？超过100分，比妈咪还强，我的体力已经不行了。你一直躺在旁边啊？对，都是我在记录。不是我要拍吗？哦，没有，你负责生就好了。对。我们的那个负责顾负责养，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都很强哎、欸，你们好棒哦！我们再给他试试看最后一张眼镜的，啊，帅哥，哇，哇，难道好？他们有专业的摄影师，还有安抚师，还有我们灯光。你们是什么团队？我们是木比摄影。耶，谢谢。加油！